共同理念，全民发声。 My Radio 2011同听众分享由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日的地区工作经验，由街头变案至铁路兴建，一一以民为本。人民力量主持陈伟业，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一点半 ，My Radio 强势出击。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又到咗有黄毓民同埋大舊嘅毓民茶場。你呢個開場白真係幾好。咁我即係禮拜一係見唔到大舊啦，因為佢都未返。佢你前日返琴日返。琴日朝頭早七點。琴日朝頭早七點，早知道我唔返住啦，等埋你哋啦大佬。係咪先。即係玩得咁開心你呀，即係。咁你喺溫哥華好多好嘢食。好多好嘢食，不過冇我份。系啦，你都食咗几次啦。我冇乜点食喎，真系。我食咗个大佬啲。我都话我食皇帝蟹啊！我老婆要打电话温哥华喝住啲人，唔俾我食皇帝蟹啊！系啊，系啊！我落机嗰日即刻喺温哥华食皇帝蟹。但系嗰个时间啲皇帝蟹唔靓，咁靓，唔靓嘅。即系讲开加拿大咧，我哋去嘅时间咧就撞啱呢个联邦大选，七年啊选四次。有啲人就覺得啊，選舉真係好煩，係咪？譬如即係保守黨佢啲選舉文宣咧，其中一個訴求就係即係鬧呢啲咁嘅即係新民主黨同埋自由黨喺度搞搞震，搞到無啦啦又勞民傷財，又要搞多次選舉。同我哋五區公投嗰陣時候好似。唔係，但係咧，但係你保守黨噏呢啲嘢咧，我覺得真係個選舉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就證明佢噏呢啲嘢係錯嘅，因為佢喺選舉之前咧，即係佢嘅議席同佢選舉之後嗰個議席咧。就真係有個差距喎，而家佢真係名副其實嘅執政黨喎，大佬啱唔啱？咁你就話啊，好煩咧，勞民傷財啊！結果呢個勞民傷財最大嘅贏家就係保守黨，所以有時政治嘅嘢真係唔好講過濃，你明唔明啊？你諗下係咪先？當佢有好多嗱，你無論咪我哋睇到啲報紙嗰啲競選廣告又好，佢都係好強調呢樣嘢嘅喎。哇，搞咁多選舉係咪？搞到真係勞民傷財係咪？结果呢次选举就令到佢嗰个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咁呢个就系俾选民重新做一个即系一个选择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啊，选民投票嘅结果就系我继续俾你保守党执政，而且仲要你个议席多过之前，系嘛？咁呢个你又话人哋即系劳民伤财，结果咪自己冚自己啊？咁但系另外一个大赢家咧就系新民主党，诶，呢个好劲，呢个左派嘅政党最左嘅政党，系嘛？咁啊，结果咧都攞到好多议席。即系我七十年代，即、就、系、是、我学政治就系同新民主党学翻嚟。所以你啲左派思想喺嗰度嚟嘅部分啦、啊，部分啦、啊，部分书本啦、啊。但系保守党嗰啲即系而家社会政策啲主张咧，即系比起香港最左嘅政党都要左嘅。而家即系相对而言嘅啫嘛，你香港真系太右。系嘛？反动添啊！所以最近有啲左左右右嗰啲评论咧，我觉得好好笑。有啲人就话我同阿大舅咧就系赢左实右，系嘛？呢个咧就最早就司徒华讲嘅，跟住而家有啲契弟又喺度话我哋系假左派或者假社民。我想问下嗰啲真社民对社民理念识得有几多？包括黄岸贤呢个契弟，系嘛？包括梁国雄。嗱，我挑战你，欢迎开一个平台，大家嚟讨论下，由第一国际讲到第四国际。OK， 由第一国际开始讲，讲到第四国际。OK， 我同你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再讲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讲新马克思主义。大家嚟讲下，嗱，唔好带书，
你老尾真係唔好，我挑戰你，包括你梁國雄 ，OK，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啦，等你，包括你黃岸賢，嗱，我哋開個平台，大家嚟辯論，嗱，我挑戰你班契弟，睇你有幾阻，係嘛？阻到你老母晚晚大魚大肉，飲最貴嘅酒，邊個阻啲咧？係咪先？我都係捱飯盒嘅啫，好多時都係，係嘛？嗱，呢一個選舉咧，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嘅期間咧。就即係睇到周圍即係個選舉興奮啦，都好濃烈啦，係咪？咁啊電視就日日喺度播啦，係咪？播嗰個哈柏啦，林頓咧，那個叫做新民主黨個，喂嗰個咧個演說能力最強，我覺得係係咪？咁多個之中就係即係呢個 NDP 嗰、那個啊嗰個林頓咧，即係個黨魁咧，嗰、那個演說能力同埋個魅力啊，個人嘅魅力係嘛？咁啊！但系即系投票嘅結果咧，即系反映到即系啊呢、這個加拿大嘅人民都好有智慧喎，大哥。哇！你睇翻呢一次選舉咧，其實如果你純粹從嗰個嘅選舉嘅工程同埋選舉嘅策略咧，去研究呢次加拿大嘅選舉幾有趣嘅。頭先阿鍾敏你講話，以即係呢個嘅保守黨喺個選舉過程裡面不斷批評呢個新民主黨同埋自由黨。啊！即係投個不信任票，令到啲市民又要再選啊，好煩啊，嘥好多錢啊！其實呢個選舉策略咧，又唔可以話佢唔成功嘅、因為導致到好多選民覺得，咦，太多選舉即係出現得太過煩厭，不如俾你一次過俾曬你。即係特別對自由黨嘅不滿咧，係特別呢一個嘅即係強勁嘅，因為哈柏成個呢個保守黨咧，佢叫進步保守黨啦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 即係佢成個保守黨保守得嚟比較要左啲嘅，有少少左啲嘅。咁就佢嗰個嘅整個嘅宣傳攻勢咧，喺頭一個階段咧係全面攻擊呢個嘅自由黨，特別佢個黨魁。咁、所以佢嗰個攻擊咧，導致到市民對呢一個嘅自由黨嘅不滿。咁但係基於佢攻擊得太勁咧，到後期特別喺頭先你所講個辯論。之後，因為加拿大逢親呢啲選舉咧，一定有幾個黨魁嘅辯論噶嘛。咁呢個嘅林頓嗰個嘅表現咧，喺整個即係辯論裡面咧，係較為突出嘅一個。咁導致到由嗰次辯論之後咧，整個加拿大選民嗰個選舉嘅取向咧，逐步出現呢個改變啦，係嘛？即係由當初呢個嘅新民主黨可佔呢個嘅選民個支持度係10%多，慢慢提升到即係到30%。30%咁導致到呢個嘅保守呢、這個自由黨嗰個支持下跌咁。咁所以你睇到，咦？即係嗰個嘅人民嘅投票嘅意欲，其實可以透過呢個選舉嘅工程而改變嘅，而都透過呢個嘅選舉領袖，透過呢個辯論。而改變呢個選民嘅意欲，其實美國總統選舉亦都係一樣。美國總統選舉幾次嘅經典嘅選舉咧，即係透過呢個嘅總統候選人嘅辯論咧，而最後決定邊個勝負。咁呢個係一個有競爭同埋真正一個開放透明嘅選舉。所以個政權係靠托翻嚟嘅啦，所有嘅政治都係靠托翻嚟嘅。所以唔俾你托咯，係嘛？就係靠托翻嚟嘅，所以 politics is talk 就係咁解啊嘛，係咪？政治就是論述，係嘛？你邊個論述能力強就邊個贏，就係、是、真係咁噶嘛？你明唔明？你好現實㗎，你冇啊？你淨係得個講字識講，話你唔識講啊，撲街添啊，唔好從政添啊！喂，呢個就係好現實噶嘛？你睇林頓佢喺個電視辯論裏邊嘅表現，喂，佢成個新民主黨咁樣起發，完全就靠佢一個人。從未試過嘅新民主黨，即係喺加拿大，其實由呢、這個即係再前身加埋 CCF 啊，即係我自己讀書嘅時候，70年代咧都參與過幾次省同埋呢個嘅聯邦嘅選舉啦，喺加拿大，咁亦都即係佢哋嗰個組織工會啊，同埋關注到弱勢社群。嗰、那個權益咧係特別呢個嘅即係關注咧。咁喺省選舉咧，其實新民主黨贏過好多次嘅喎，喺好多個省都執過政嘅喎，啊，包括喺呢個嘅英屬哥倫比亞，喺呢個嘅沙省啊 Saskatchewan 啊，喺呢個 Manitoba， 喺 Ontario 咧都執過政嘅，喺省政府。但係聯邦政府咧，從未試過即係多過第三位嘅，一般都係以呢個而家排第二咯，係啦，自由黨同埋呢個嘅即係保守黨輪流執政，咁咧呢個新民主黨咧永遠都係排第三，可能永遠個選票咧都係 keep 喺十幾。咪自由黨今次失敗嘅原因係咩咧？你認為？嗱，我都係聽啲即係市民講啦，我自己又冇認真仔細研究啦，即係第一啲人話佢個黨魁表現即係惡劣。
啊，即得唔到呢個嘅市民嘅認同，喺個辯論又好，喺好多嘅處理問題方面咧，即係覺得係進退失據，同埋到臨尾咧，點解呢個自由黨臨尾嗰個嘅票跌得咁犀利咧？就係因為曾經即係佢哋喺個即係宣傳嗰度曾經俾記者問嘅時候，曾經有提到咧，佢哋唔排除咧會同呢一個嘅新民主黨咧做搞呢個聯合政府。咁呢個導致到傳統好多呢個自由黨嘅選民呢係極度不滿，係咪？喂，如果你自由黨會同呢個嘅新民主黨做呢個聯合政府嘅，即係我不如支持呢個保守黨啦。咁所以導致到呢個選舉呢到臨尾後期呢，唔少選民係改變嘅投票嘅意向，而導致到呢一個嘅保守黨呢原本由130多票嘅議席呢去到呢個160多個議席，而超半呢係可以成為執政黨。成個選舉都加拿大10個省啦，跟住有3個即係區啦。嗰10個省裏面呢，其實大部分嘅省份嗰個嘅議席個改變唔係太大。啊、最大就係 Ontario。係啦，即係安大略省1個省啊，即係其實決定成個選舉的結果，係嘛？你呢一個嘅新，但係呢個係最大嘅省嚟，呢個最大嘅省，最多人口嘅省啊，即係個議席亦都係最多。你呢一個嘅即係自由黨啊，單單喺安大略省咧，係唔見咗43個議席啊，即係大鑊，係嘛？而呢一個嘅即係保守黨咧，就增加咗33個議席。咁淨係呢個省嘅得失呢，已經令到呢一個嘅保守黨呢可以呢一個嘅即係轉成為呢個執政黨。而呢個嘅新民主黨呢最大嘅得益就係呢一個魁北克省，係咪？即係你傳統呢個魁北克獨立嘅Bloc Québécois，即係嗰個嘅全面呢個嘅即係萎縮呀，係咪？咁你得返幾個議席，係咪？因為魁北克人黨嗰個應該叫做，係咪？呢、這個我唔知道中文係咯，佢係 Bloc Québécois 啊，咁即係其實呢個70年代嗰陣時就 Parti Québécois 啦，嗰陣時即係直情係搞恐怖主義添啦，係嘛？咁但係後屘就即係亦都透過呢個選舉攞到唔少議席咧，亦都曾經做過呢個嘅。我哋喺呢個選舉度咧，應該即係得到啲咩啟示咧？就係嗱，第一，人哋真係可以不信任一個不信任票，一個因為個財政預算案，你個政府就要重組。就要選舉，係嘛？咪最明確同埋令人即係感到最清楚嘅就係由人民決定，咪人民決定咯。即係你黨點拗點勝都好咧，你拗親死咗就人民決定。到最後就有張選票嚟決定。同埋咧，因為我嗰日我嗰晚仲喺呢個加拿大啦，我淨睇到電視，各大呢個黨魁接受呢一個訪問。喂，輸咗嗰啲咧？是好呢個嘅誠懇，亦都好謙虛咁樣樣咧，係接受人民嘅選擇啊！冇得詐刑，冇得詐刑嘅、哦，即刻個票一公佈完，個別呢、這個你哋喺魁北克人民黨又好，你呢一個其他政黨又好，包括你呢一個嘅即係自由黨黨魁都好咧，係好清楚係表示尊重同埋接受人民嘅選擇，係嘛？即係透過一個嘅投票嘅結果。你幾唔信都好咧，最後都係人民決定咯。咁所以即係香港地咧，其實真係好不堪嘅，係嘛？人民即係60%嘅選票永遠唔能夠執政，你嘅政府永遠係唔聽人民嗰個嘅意向去呢個嘅決定，係嘛？我今朝早11點咧就接待一班即係小學5年班嘅學生啊，參觀呢個立法會嘅。咁小學5年班嚟嘅。咁我喺嗰、那個即係簡報室嗰度，即係個記者室嗰度咧，咁咪即係介紹立法會嘅組成啊、功能啊咁樣。咁即係話立法會分兩個組別啦，功能組別同埋呢個即係分區直選。咁我跟住問：喂，你啲班長點選㗎？咁我同學話：我嘅班長係老師叫邊個做咪邊個做咯。委任制。咁我話你想由你自己選啦，定係俾老師選啊？梗系自己选啦，咁我望住个老师啦，自己选啦，一人一票啊！我哋呢就相机教育，你明唔明？我话嗱，而家我哋嘅立法会就唔系全部一人一票啦，你明唔明？咁我由呢度讲嘅，即刻问，喂，你个班长点样选啊？咁佢唔系啊，班长系个阿 Sir 话佢边个做就边个做啊，咁小可能就系咁啦，中学而家好多都要选噶啦，你明唔明系嘛？咁
即係我哋就呢個叫相機教育。喂，一個簡單易明嘅，咁我就問啲同學：咁你想自己選啦、啊，定係老師幫你選咧？咁我話梗係最好自己選啦、啊。咁有個同學就解釋，佢話因為咧初初大家都唔識，咁我老師話你哋都唔熟，係嘛？咁啊老師幫你選啦、啊、咁。我哋即系就相机教，老师都可能唔熟嘅啫。所以仲有个老师仲俾我沤咗一嘢今日，咁我话嗱，我话你个老师咧就同我哋唔同嘅，系同我哋普通人唔同，佢有两票嘅，系嘛？我哋得一票，我因为佢系教育界功能组别啊，佢即系佢系教师，咁佢就可以登记咗做呢个教育界教学界功能组别咧嘅选民，咁佢就可以投呢一票啦。跟住我问个老师，你登记咗做选民未？我未啊咁喎，喂，送张表佢，送张表佢，你快啲得佢做选民啊，大佬，系咪九龙西噶？唔系新界东嘅，笑到我碌地。嗱，我哋呢啲咧，即系嗱，我又好中意带啲学生参观嘅，因为嗱，每即系其实每一日都有学生嚟参观嘅，咁就啲立法会员就好少带嘅，我系自动申请要带嗰啲学生参观立法会嘅，你知唔知啊？做导游嘅。我因为我鍾意讲嘢嘛，我鍾意对住啲僆仔，对住啲学生哥，小学仲啱，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就係教育㗎嘛，係咪先？喂，你个个都明㗎啦，係咪？呢个係人民嘅选择。政府即係个权力来源係来自人民。议会嘅代表个权力来源都係人民，係咪应该要咁样啊？係咪？係人民最大。即係我嗰日做亚视嗰个节目，而家亚视有个叫把酒当歌。咁佢係由即係對酒當歌改成㗎啦，曹操嘅短歌行係嘛？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係嘛？譬若朝露，就去日苦多。呢、這個把酒當歌嘅節目呢，而家佢又揾曬好多嗰啲嚇，好多人啦、啊，由梁振英啊，由梁家傑啊，黃毓民啦、啊，係嘛？呢、這個梁立仁啊，各黨各派咩色彩嘅人都有。咁我哋大家 shift 咧，我一个礼拜做一次到啦，咁啊做几耐唔知啦，我谂即系一季啦，即系三个月啦，吓无论点都好啦，咁我哋都即系人哋揾到我嚟啦，咁啊吓咁即系老实讲揾得我，佢都已经好大胆噶啦。不过因为你个节目就唔系我一个人做，一个人做一定唔会揾我啦。你亚视起死回生其中一个方法咧，就揾我做翻龙门阵，我话俾你听啊，系咪收视率一定系高啊？话埋俾你听都唔怕啦，不过就系你冇呢个胆，系嘛？咁呢个把酒当歌嘅节目里面呢，即係我嗰集呢，佢其中一个叫不可不知的观点，即係佢分两个环节嘅，一个叫不可不知的新闻，咁国际新闻、中国新闻、香港新闻，就揀咗几条出嚟，然后攞一条出嚟讲。咁第二 part 呢叫不可不知的观点，咁佢又出一啲社论啊，或者呢啲专栏文字讲一啲观点。咁不可不知的观点嗰度呢，佢就引用大陆呢，即係嗰啲所谓对台嘅专家，咁啊，评论呢个即系马英九同蔡英文啊，即系做总统边个做总统啊，对呢个两岸关系有咩影响啊？咁样啊嘛，系咪？咁啊，梁立仁就话马英九赢，我啊话我啊想蔡英文赢啦，系咪？即系我主观愿望希望蔡英文赢。咁我老婆成日闹我啦，我老婆系深蓝噶嘛，佢梗系希望马英九赢啦，系咪？咁我希望蔡英文赢嘅原因咧，两个嘅啫。第一，佢系女人，佢系一个即系喂，系一个唯一一个女性党主席。OK， 佢系第一个女性嘅总统候选人。咁如果佢做埋第一个女性总统，咁你话系咪中华民国嘅政治发展胜过美国？系咪可以写上即系新嘅一页咧？呢个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咧就系、是、如果喺出年呢、這个即系、就是、总统大选佢赢咗马英九，咁就出现第三次嘅政党轮替，两党轮流做系嘛？即系、就是、好似美国。共和党同民主党咁，呢个所谓政党轮替咧，出现第三次之后咧，成个台湾个民主政治咧就真系成熟啦，系嘛？边个做总统，边个执政系由人民话事，系嘛？呢个已经好清楚嘅，系嘛？咁我成日婆一听到佢就系咁拧头嘅，因为佢系深蓝嘅，我一定要表明立场。我老婆系深蓝嘅，佢飞翻去投票嘅嗰阵时，佢2000年佢喺美国。在旧金山搭飞机去台湾就投俾呢个连战，结果输咗。你明唔明？你讲开深蓝咧，即系保守党嘅颜色亦都系蓝色啦，系嘛？即系呢个加拿大呢次喺加拿大选举好有趣嘅咧。我谂香港嘅工商界真系要研究一下移民去加拿大嘅香港人咧，
全部投俾保守党。系啦，即系譬如你喺呢个温哥华受呢个全部投俾保守党。咁另外喺呢个多伦多，但系你又要讲呢个保守党咧，即系佢同嗰阵时英国嘅保守党又好，或者同一般嘅即系右派政党有少少唔同。佢讲明系进步的保守党，但系佢唔同则嚟都好咧。你喺成个政治光谱，喺呢次加拿大选举政治光谱，你呢一个嘅新民主党、自由党同埋呢个嘅保守党咧，佢都系喺现有现存参选嘅政党里面咧，相对地系最右嗰个政党嚟。系啱，系嘛？咁你即最左嗰个就新民主党。啊，仲有即系马地联盟嘅，嗰啲系好少数啦，有好多嘅啊，有六党。咁你睇翻嗰个嘅选举嘅取向咧，绝大部分嘅香港嘅移民喺呢一次投票都系投俾保守党，系嘛？佢哋喺香港可能过去支持即系其他民主派，咁但系佢基于嗰个嘅阶级嘅取向。特別即係針對著呢一個嘅税嘅問題啊，包括著嗰個對政府對呢一個嘅工商界，即係嗰個取向等等咁咧，逐步係成為呢個香港移民嘅投票嘅重要嘅因素。因為香港移民去咧，好多係都係專業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小生意做啊，好多都擁有呢一個嘅資產啊等等咁。咁所以基於嗰個嘅階級嘅關係同埋個利益咧。投票嘅意欲咧，係傾向呢個工商界嘅政黨嘅，咁所以你如果你用呢一個嘅即係情況，用呢一個嗰個發展嚟睇翻香港咧，如果香港嘅工商界對自己有信心，係嘛？經過一次、兩次、三次嘅選舉，如果佢最後說服到嘅選民，佢哋嗰個階級嘅立場同佢係相似嘅話咧，佢哋同樣攞到絕大部分香港人嘅選票嘅喎，係嘛？我就有少少即係保留嘅地方就係人哋係一個全部民主嘅選舉，你明唔明？你係局部啊嘛，你明唔明？所以呢個亦都影響到香港個選民嗰個投票嘅嗰個取向啊嘛，係咪？除非嗱，你即係話我哋換一個角度嚟講，開放曬所有議席係俾直選，咁你呢啲所謂支持工商界嘅咧，未必冇票嘅，可以咁樣講。但喺現階段呢種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真係艱難啲喎，講就講。喂，有咩咁艱難啫？你而家係即係同嗰個嘅香港對中央嗰個立場，即係嗰個嘅所謂分歧，自從民主黨投共之後，你而家下所謂嘅民主派同埋工商界都冇乜分別㗎啦，係嘛？咁你而家唯一分別就係嗰個階級立場同埋社會政策立場。但我哋希望我哋原本支持民主黨嗰啲票走嚟我哋呢邊啊嘛，大佬，啱唔啱？如果你死剩我哋兩個，如果你講咁，咪將佢啲票就俾咗民建聯，俾咗啲工商界，咪即係等於咁。我哋梗係希望佢嗰啲票係嘛？即系大部分嗰啲原本支持民主党嘅，要争取民主嗰啲嘅，啊要拒共嗰啲嘅，或者抗共嗰啲票走翻嚟我哋呢边啊嘛。咁如果你咪哇又，所以而家咧，即系佢民主党啊，即系自我感觉良好嘅。如果你根据佢开完嗰个所谓咩集思营啊，讲嗰啲嘢咧，佢就真系自我感觉良好啊，不即系未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嘅啊。佢认为咧，即系政改之后咧。佢哋即係可以撈到啲建制派嘅票添，你明唔明啊？即係會即係發緊夢嚇，佢會咁樣覺得添，係嘛？咁最近咧又話佢嘅民調支持又降低咗咯，咁係嘛？我都唔知喺度搞乜，係咪先？所以我話好簡單，睇下今年年底嘅選舉，再睇出年立法會選舉就知㗎啦。如果香港人繼續投票俾佢，繼續令到佢成為第一大黨嘅話咧，我哋大家無話可説啦。你香港人該死啊嘛，係咪？咁你該死，我唔俾你死咩？系咪？即系睇个选举结果嘅啫嘛？呢个系嘛？好简单嘅道理。吓，你要学下加拿大啲政党党魁讲，最后就系尊重人民嘅决定。啊，我尊啲选民该死。唔系，我尊重人民嘅决定，梗系尊重人民嘅决定。但系呢个决定系错噶嘛？喂，佢讲得好谦卑嘅人哋。喂，人哋最后唔会话选民错嘅。喂，咁人哋系全部，人哋系全部嘅议席都系由人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噶嘛？我哋嘅情况唔系啊嘛，我哋争取民主仍然系我哋要奋斗嘅目标啊嘛，系咪？人哋嗰个民主政治已经系一个生活方式嚟噶嘛，个分别喺呢度啊嘛。我哋民主政治对我哋嚟讲仍然系需要去奋斗，同埋要付出代价去争取嘅目标嚟噶嘛。唔系呢个系一个最大分别喺呢度嘛？就喺呢个基础上边，如果你香港人选择支持嗰啲亲共嘅政党，咁你系咪该死啊？系咪？咁我哋点？喂，顶我哋。我哋冇计㗎啦，係咪？因为喺呢个大家情况唔一样嘛，你喂
喂，你係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英國好，喂，大佬人哋住一人一票選出嚟噶嘛，係咪？大家議席係公平、公正、公開，係嘛嘅選舉嚟噶嘛？你唔係啊嘛？你一半嘅議席係直選，一半係功能組別啊嘛，係嘛？而啲功能組別大部分可以俾啲工商界，係嘛？或者俾啲親共嘅政治組織可以把持噶嘛？如果喺呢種咁嘅情況底下，你啲選民仲要支持嗰啲投咗共嘅民主派，哇！大佬啊，我啊一定收山噶啦！我話俾你聽，你嘥鳩我時間啊！即係講又講，唔講粗口都唔得啊，係咪？即係我哋咧就係真係唔好適宜從政嘅，因為如果從政好狡猾嘅話，係咪？好善變嘅話，我哋就唔好適宜從政嘅，係咪？即係呢個係而家你民主政治仍然係我哋要追求奮鬥、要付出代價嘅一個目標嚟噶嘛？人哋已經係一個生活方式啊嘛，所以我成日引用呢、這個即係民進黨嘅創黨人之一林竹水嗰個講法，係咪？即係林竹水喺2008年嘅總統大選之後一個座談會裏面對住香港嗰啲官選嘅政黨，包括李柱銘都坐咗喺度聽嘅，不過唔知佢識唔識聽普通話啦，係咪？因為佢一定唔識講啦。喂，林竹水話，即係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喺台灣民主政治已經係一種生活方式，唔係一個奮鬥嘅目標，係咪？所以政治就變得好世俗化、好繁榮，係咪？即係大家只會集中對嗰啲政治人物、政黨有更高嘅要求，但係就唔會對整體個政治格局咧，即係會有出現，即係話有啲人要拋頭露額啊，要坐監啊，去爭取民主，已經冇呢種情況。所以佢話呢個選舉係冇乜激情嘅，馬英九大比數贏李鄭長廷，係咪？但係你哋香港民主政治仍然係一個需要追求奮鬥嘅目標。所以将来个道德光环呢就喺你哋头上啦，咁指住嗰啲民主派个又唔介仔话口未完都全部投共囉，休息一阵。共同理念，全民发声， MyRadio 2011。等我唞埋呢几个月啦，好嘛。我喺留咗邊啲路啤嘅樣子，好驚俾我放下假先啦！唔係，但你要講下，你唔好一開始就已經講到笑得好遠，講下又話已經講自己咩可以過啲好舒適嘅生活。唔係舒適啊，即係唔好俾消費主義蠶食。係啦，咁首先就講下咧，一聽呢啲咁嘅消費主義呢啲咁嘅廢話咧，咁就已經知道呢啲嘢叫左婆嚟嘅，呢啲左婆嚟，咁係同我唔啱嘅。咁呢度又畫條線㗎啦，即係講邊啲左婆我中意，左翼人士，左翼人士。以身犯险，全民发声，活化城市论坛，提升正面品味。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半 ，My Radio 有马祖黎、刘墉、星事医生，城市再论坛。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咁啊，问下毓民同埋大家一个问题先啦。你哋兩個贊唔贊成呢個中港經濟融合呢？點樣融先？點樣融合？唔係，可唔可以我哋融大陸呢？梗係唔得啦，大佬佢咁大。而家呢即係大家都喺度即係香港嗰啲富豪巨股同埋啲高官呢，佢有個咁嘅畫面，有個咁嘅願景。就係點？陣時咧，日本叫大東亞共榮圈啊嘛，而家佢叫珠三角共榮圈啊，知唔知啊？大中華共榮圈啊，邊有得共榮啫？你而家一定係互相競爭噶嘛，好明顯。我成日講，而家今日我都冇辦法講，得個七分鐘。即係我哋同內地，特別係珠江三角洲呢啲城市咧，基本上就係競爭。你明啊？佢當你係競爭對手，你就咪喺度同佢講融合，係嘛？譬如你睇下最近。即係呢個12/5規劃，呢、這個一出咗嚟之後，廣東有一個12/5規劃嘅計劃，佢特別提到即係香港同呢個即係內地，即係尤其叫廣東地區
嗰個合作嘅平台。佢成個十二五規劃廣東嗰、那個十二五規劃嘅講法，都係當你香港係個工具嚟啊，大佬！利用你香港，利用你香港嘅真係啱唔啱？即係等於而家咁多啲國企喺香港上市，你諗下佢咪利用香港度掠水？利用香港喺度洗黑錢，有啲利用香港喺度即係將佢大陸嗰啲即係嗰啲即係貪官嗰啲錢啊，喺香港咪又喺度搞，跟住又轉去澳門。屌你香港就係呢度著數啊嘛！即係等於大陸嗰啲有錢佬，佢喺山頂買間幾億嘅屋，佢未必要去住噶嘛。嗰、那個係一個保險嚟啊，對佢嚟講，同埋一個身份嘅象徵，同埋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噶嘛，係咪先？我今日嗰個演辭咧，就主要提到就係咩咧？我話嗱，其實香港同內地之間嗰個融合，除咗經濟上面之外，仲有就係個文化嘅差異，同埋而家我哋咁多由內地嚟香港定居嘅嗰啲所謂新移民，喺呢個社會受到歧視，嗰、那個族群嘅撕裂，呢啲你就要去融合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先？呢啲係社會融合，係嘛？呢啲你就要去融合啊！你唔講呢啲，就喺度講經濟融合，經濟融合就從利字掛帥。喂，利穷则散啦、啊，大佬。如果你从个利字挂帅，如果从个利字挂帅，最好系互利啦，系咪？咁如果互利唔得嘅，佢话梗系利自己先啦。你香港都系啦，啱唔啱啊？嗱，今日嗰个投票结果咧，即系呢个梁君彦提出嗰个粤港经济融合呢个动议辩论咧，喺辩论期间咧。即係又唔係好多人講嘢嘅，咁我同大舊分別都有講，我哋就係持一個相反嘅態度。咁有幾個，有五個修訂動議，包括馮檢基啊、李永達啊、湯家驊啊、黃國興啊咁樣，係嘛？啊劉建儀啊咁，咪紛紛提出修訂建議，都係肯定呢個所謂粵港經濟融合。我就唔知道佢哋知道呢個所謂經濟融合係乜嘢，咁大舊就講出好多即係嗰啲所謂融合嘅條件啊、因素啊。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就係、是，喂大佬，究竟香港特別行政區有何特別之處先？你維持唔到香港嘅優勢，你融咩合啫？所以我就將禮拜一我同阿台長喺呢度講嘅一啲觀點咧，今日就喺立法會度講啦，幫阿老蕭宣傳啦。我话咧，我问阿曾玉成主席，你有冇睇过一部电影叫做《三 D 玉蒲团》啊？咁啊，主席望住我戆鸠鸠咁，唔知我喺度讲乜咁啊？我话呢部戏咧，有可能成为香港最卖座嘅电影，港产片、港产咸片 ，OK 系咪？《三 D 玉蒲团》，我话从呢部戏卖座咧，呢部戏嘅成功咧。就俾我哋有个启示，就是、香港就一定要做一啲大陆做唔到嘅嘢。嗱，譬如我拍三 D 玉蒲团，你老母你又拍唔到，你最多嚟睇嘅啫。我话系咪？香港又可以讲一啲香港人讲一啲大陆人民讲唔到嘅嘢，譬如我哋之前艾薇薇啊，系嘛，星门呢个刘晓波啊，屌鸠共产党啊，咁系嘛？呢啲系香港。谂起佢哋冇讲到。呢、這个即系我而家喺呢度讲啊，呢个网台啊嘛，大佬啊，冇捉我自塞啦，即系啊，即系我将佢再喺个网台度演化，咁啊加啲情绪用语啫，啱唔啱啊？喂，呢啲就系、是、即系香港嘅优势啦。用咩合啊？系咪？喂，大陆嘅嘢你去做，佢做得嘅嘢，我哋又跟佢去做。所以而家你咪出現，梗係聽曾偉雄咪似大陸啲公安部啦、公安局長咯，係咪？呢、這個係咪呢個咪融合啦？係咪？融合。屌你香港警察變咗內地公安，係咪？咁啊真係大鑊啦，係咪？仲有喂，你做咩係樣樣啲學佢啫？而家我而家真係學阿似噶咯，係咪？你學呢一個嘅總理都好似啫。係啊，喂，大佬而家個問題就係話，香港有原本個特色，我哋原本嘅優勢。系嘛？你放棄咗，你要去同佢融合。嗱，今日咧，我就一定要高度評價我兄弟陳偉業，因為今日到投票嘅時候咧，咁佢前面有幾個修訂動議嘅，全部都通過㗎啦，係嘛？即係嗰個做法就係、是、啊，贊成嘅舉手啊，好差多人舉手，反對嘅冇人舉手，咁跟住就又冇人點票，咁於是個主席就話咧，即係我認為啊，呢、這個已經超過即係在席嘅議員個過半數，係嘛？咁啊，贊成呢一個議案，我哋議案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咁咯。咁啊，到個原動議，即係梁君彦嘅動議要表決嘅時候，咁啊，大舊就話唔得，我哋一定要即係記名投票啊，要點票咁係嘛？咁啊，趌起身要點票，咁啊，響鐘響三分鐘。當時現場咧，八個白鴿黨嘅人一個都冇嘅，呢班唔知乜撚嘢政黨嚟嘅。喂，大佬，我投票俾你，唔該，睇會又唔開，你投票又冇人嘅，八個都唔喺度喎。大舊
一要点票一响钟三分钟班契弟喺楼上或者喺休息室或者喺厕所屙紧尿咪要扑晒翻嚟咯，你明唔明？八个都翻晒嚟坐喺度要投票，好啦，呢一下投票最好啦，啊大家系揿掣个投票，即系显示嘅结果就系、是、只系得两票反对，建制派加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包括冯检基，包括所有民主派有份喺在席投票嘅，全部赞成呢个粤港经济融合。咁于是呢点解成个立法会就得两个反对派？即系我提出要呢个记名投票，即系要记录投票咧。一个基本原则就系、是，即系一定要记录我同中文系反对呢个议案。即系点解要咁强调咧？正如我喺今晏昼个发言嗰度，我都指出咧，喂，提出呢一个议案同好多支持呢个议案，所谓呢个嘅即系支持强化呢个粤港经济融合呢班友咧，好多人都唔系好明咩叫融合，或者特别咩叫经济融合，系嘛？因为你经济融合，如果你粤港经济融合，喂，冇咗一国两制噶咯，系嘛？投票嗰时候我都同阿余若薇讲，我喂，你哋翻去真系谂清楚喎，呢个融合系乜？你人係咪即係你既然如果粵港都融合嘅，即係兩個制度已經二為唯一㗎啦，係嘛？你已經冇咗個別特色，連中文所講㗎啦。你叫咩合？係嘛？即係你經濟融合咧，如果你睇翻啲學術一啲嘅研究咧，即係等同呢個經濟一體化。你經濟融合必須要嗰個經濟制度，大家係相似嘅，佢稅務又係相同嘅，係可能即係有一個嘅財經政策，亦都係即係可以規管到同樣嘅地區、同樣嘅區域嘅，亦都可能有個中央銀行咧係負責呢個即係共同嘅貨幣嘅。你咁嗰個融合至係一個真正嘅經濟融合啊嘛，係咪？你唔係一個合作，亦都唔係一個共同體。是吧，因为你那个经济如果有很多合作性的，有很多不同程度的融合呢，是一个的最全面的统一的一个的模式。你支持得经济融合，你还讲什么一国两制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在这个立法会里面呢，一涉及到一些的理论层面的东西的问题的时候呢，喂，很多人很迷失或者很迷茫的。系嘛？讲啲嘢讲到高大康，讲到点？但系即系一涉及到去嗰个具体问题嘅时候咧，就失去晒分寸，同埋成个方向都唔知道去咗边。上次系提十二五经济规划，今次系提粤港经济融合。哇，大佬啊！即系立法会议员一年最多提一个动议辩论，唔该你真系谂下。思考一下啦，唔系梁君彦提又冇问题噶，如果要佢个背景系嘛，即系佢哋想掠水啫嘛，系嘛，即系佢哋梗系能够即系尽量得水多，哇！如果多啲机会可以翻大陆发展，或者透过佢哋嗰个所谓专业同埋呢啲工商界嘅影响力，可以攞到某啲特权。喂，大佬，共产党最多特权噶啦，香港如果能够同共产党融合，佢哋呢啲特权阶级更加多特权，佢哋掠水更加多噶啦。喂，站喺呢一个嘅即系。經濟動力呢一班咁嘅工商界人士話要求融合，呢個係有利佢個階級利益，有利佢個特權嗰個嘅即係使用而可以謀取利益嘅，呢、這個即係好清楚噶。但係作為民主派，特別即係對公民黨支持呢個所謂經濟融合，我係有啲失望嘅、哦，係嘛？即係呢、這個可能即係成個大環境你睇到咧，你哇、啊、你即係經濟你冇大陸點搞啊？即係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嗰個經濟上面嘅合作啊，或者嗰個貿易嘅往來，呢、這個係好正常。但係唔係等於融合啊嘛，大佬咩、啊、叫融合先得㗎？係咪？即係融合就係咁解。咁所以我哋比較關注就係兩地人民之間嘅融合啊，佢會俾你融合啊？你估經濟俾你融合？誒、哎，我哋政治融合啊？點解冇人越講政治融合咧？嚇、啊，嗱爸爸。点解冇粤港嘅政治融合咧、文化融合咧？系咁，所以一开始点解定要经济融合咧？所以今日一开始我咪喺度讲啦。喂，你揾呢个林公公嚟答呢个问题嗱，因为立法会咧，你边一个议员提出某一啲嘅议案咧，有关呢个议案涉及嘅政策局咧，就要嚟答嘅。如果涉及到有啲问题，可能两个局嘅咧，两个局长都会嚟答嘅。但即係最近連串出現嘅問題就係、是，當你一講到同內地有關嘅問題嘅時候咧，九成九都係呢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這個林公公咧，呢、這個林 D 即係啊，
咁佢又識經濟融合。係咯，咁今日佢管政制。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喂啱啊，呢、這個政府揾佢嚟答咧。基本上呢、這個即係所謂呢個經濟融合咧，即係等同呢個政治融合，係嘛？哇！即係阿爺發威咧，就呢個。但係嗰個政治融合個融字咧，就係融撚咗你嗰個融。係融咯，係咪？係嘛？根本九唔搭八嘅，講呢個經濟融合，揾呢個林，即係呢個林公公嚟即係係嗰個融啊，大佬，你搞清楚，唔係而家呢個即係融和嗰個融啊，啱唔啱？即係要明白嗰個融字。如果你講到融咧，喂，美國最勁，美國呢個 melting pot 啊，即係成個嗰個嘅即係觀念啊。我美國呢個大社會，你任何移民嚟到我呢個美國咧，你就會被融化，係嗰個融啊，係嘛？即係你所有呢啲自己文化嘅特色啊，同加拿大就好唔同嘅。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佢個社會，即係鼓勵同埋政府嘅政策咧，係俾你個別呢個族裔嘅宗教文化有個獨立存在嘅空間嘅。譬如個我哋美國唔係噶嘛，我哋譬如喺卡加利，啊、我哋去一個叫做 Omni 嘅即係嘅電台做中文節目，喂、啊，嗰、那個係翻鬼佬電台嚟嘅，大佬。嗰、那個即係少數民族，各個民族都有，咁每人有個頻道嘅，每個人哋咁樣做嘅。嗰、那個中文電視唔係中國人辦嘅中文電視嚟嘅，係咪？人哋可以咁樣嘅，係咪？嗱呢樣嘢即係老實講，你香港又真係要學嘅。我今日都順便喺度同啲小學生喺度講嘅。咁我講派6000蚊啊嘛，我講呢、這個財政預算案啊嘛，我講到立法會，我哋即係立法會議員要就呢個財政預算案投票，咁啊跟住講到個6000蚊咯。最好笑嘅，咁我問啲同學，我話你屋企啲老豆老母可以攞6000蚊啊，而家係咪？咁我當初咧就6000蚊冇得攞嘅，要65歲先有得攞噶。咁我解俾佢聽嗰個強積金入呢個強積金户口65歲有得攞係乜嘢一回事？跟住我講完之後，啲學生嚇。啊65歲先有得攞啊！咁我嗱，你而家小學5年班，你都識下啦。嗰啲大人嚟，梗係講粗口啦。我話，所以佢咪轉態咯。我話，而家咪傍現水啦。我又借機，所以你知而家明白點解我中意帶啲學生去參觀立法會，就係咁解啦。係咪？就係呢啲你好多大道理咧，你又要用呢種方式，你就可以講到出嚟嘅，係咪先？好似今日呢個咁嘅動議辯論。喂，而家零零四四，好似我哋兩個好似係即係專唱反調咁樣啦，係咪？第日佢即係文匯報，佢就會咁樣寫噶啦，係咪？咁但係你上心反中亂講，你上心一層，係咪？即係仲有一樣嘢咧，就牽涉到就係我哋啲立法會議員嗰個議事嘅質素。你究竟有冇仔細去睇即係梁君彥個議案個內容同埋啲修正案個內容？我就懷疑好多人都冇睇。系嘛？嗱，我咧个助理咧就睇晒，跟住写咗一篇嘢俾我。嗰个标题叫做《香港特别行政区何特之有》，系嘛？喂，即系一个助理，一个年青人，佢睇晒呢啲资料之后，系嘛？佢都好自然得出一个咁嘅，即系嗰个结论，系嘛？何特之有啫？咩叫一国两制啫？但系我哋呢班所谓资深嘅立法会议员，嗱，老实讲啊，唔系佢哋唔识，我认为就系大家。都要向北看咯，因为呢个变咗政治正确嚟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喂，讲经济融合啊嘛。喂，但系好怪喎，譬如你睇翻公民党个立场咧，当你嗌啊，即系当政府规划嘅时候讲一地两检嘅时候咧。系啦，幾個問題，一個就規劃啦，被規劃好抗拒啦。第二就係當你一地兩檢嘅時候，以譬如喺香港嘅土地，內地嘅公安啊，即係可以喺香港有機會執法咧，吳靄儀嗰啲咧，第一個彈出嚟咧係強烈反對嘅。但你講到經濟融合，佢哋支持嘅喎、哦。即係如果你講嗰個邏輯同埋個理論嚟講咧，呢個同佢哋過去所講嗰個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要保留翻嗰個司法嗰、那個嘅獨立權等等嘅嘢咧，係完全兩個唔同嘅。态度同埋两个唔同嘅价值取向嘅，即系呢样嘢就真系唔明点解咧？系咯，咪其实我哋即系比较理性客观啲嘅分析咧，就系我哋而家香港政党嗰个公共政策研究个质素比较低。啊，呢个好攞命嘅，呢个同个制度有关啦。一来系咪即系你咁少钱系咪？一来立法会员嘅薪津固然系低啦。而家嗰啲所謂營運津貼俾你啲立法會，即係租辦事處啊，請人做嘢嗰啲，喂，嗰啲錢又係少噶嘛？咁你話嗰啲單頭議員，佢可以做啲咩啊？喂，你個助理可以研究到，我自己
即係我呢次自己睇呢個問題都冇助理幫手添啦，係我自己即係準備啦，係咪？即係講資歷，講呢個學歷，佢哋絕對有更加多人比我更加好啦。但係似乎即係呢啲咁嘅問題，佢即係我覺得佢哋咧就係俾嗰個嘅大環境咧牽住個鼻子走，係嘛？一講到經濟咧，就全部好似騰曬雞，冇曬自己嘅獨立思想啊！唔係，即係好簡單啦，就係話，誒講經濟呢個同政治冇關嘅，咁我哋冇乜所謂啦，我哋採用一個比較寬鬆啲嘅態度啦，咁啊融合咪融合咯，咁但係你冇去深入了解嗰個咩叫融合啊嘛，分析嗰個融合嘅意思係乜嘢啊嘛。但係好怪，但係佢哋規劃個問題，佢哋又好緊張。但係你老實講，如果你有睇文件，或者你有上網睇下，你去 search 啲資料，你就睇到，譬如話而家大陸嗰個十二五規劃係咩一回事，關於香港呢部分佢係講乜嘢？好啦，然後廣東省佢又有一個叫十二五規劃，配合中央嘅十二五規劃，佢有一個廣東省嘅十二五規劃，佢特別提到香港嗰個平台嘅角色，又有一部分。咁你要睇下佢嗰內容講咩啦？啲我哋全部唔係。如果係咁，我覺得啲網民，特別早前嗰啲反即係香港被規劃嗰啲朋友，可能我哋成立一個嘅群組，就係、是、反經濟融合、哦。嗯是嘛？咁亦都清楚指出，喂，你呢個經濟融合可能導致到香港點？點解我哋要反經濟融合？呢、這個反經濟融合同埋反呢個嘅即係被規劃，其實某個程度上係即係雷同嘅喎。仲有一個角度睇咧，有啲人咧即係尋常嘅老百姓咧，即係受呢啲傳媒或者政黨誤導，佢就覺得喂，而家大陸個經濟發展得咁快，我哋一定要掌握大陸經濟發展成長個機遇，然後嚇呢、這個叫做抓住機遇啊嘛，係咪？屌咧，即係又係大陸嗰啲用語，我今日乘機講啦。我哋成日受啲共識嘅中文咧所毒害嘅，啊落實喎，屌咧，實現你又唔用，實行你又唔用，實踐你又唔用，落實啊對落空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類似呢啲咁嘅詞匯，你就反映啲中文咧真係好差。咁你中文差得嚟嘅原因，你其中一個理由咧就係、是、成因素，你就受共識嘅語言、共識嘅中文啊。你明唔明啊？咩叫共識嘅中文？大家知唔知啊？你睇下中國共產黨嗰啲文告，睇下中央呢、這個人民日報嗰啲長瀨瀨嗰啲社論用嗰啲遣詞用字，你就知噶啦，係咪？而家有一個現象啊，比較可喜啲就係你睇到啲地方嘅報紙咧，佢開始用一啲真係喂人民嘅語言嚟寫文、寫報導、寫評論，人民嘅語言咯，記住。但呢啲人民嘅語言咧，就喺個內容嗰部分。佢係即係用人民嘅語言，但係個遣詞用字都始終好多都冇辦法避免受呢個共識嘅中文所呢個跟權威啊嘛，個毒害嘅跟權幾大鑊啊！咪在一定程度上啊，呢啲啊，即係好多人而家都係咁樣噏嘢嘅，係咪冇得解嘅？某程度上，點咩叫某程度上咧？台長你解俾我睇呢啲中文真係係嘛？即係某程度上，嗱呢啲咧就要戒嘅，唔好講。我話俾你聽，最中意講扮演啲角色，扮咩啫？屌，英文嚟噶嘛？呢個 play 啊嘛，擔任咩角色啊嘛，咁啊好清楚。屌你，我最中意講中文嘅，即係我係嘛？即係唔通啊嘛？你表情達意都有問題係嘛？所以多啲睇下陳雲嘅文章、古德明嘅文章。我香港得呢兩個嘅啫，我話俾你聽，真係嘅。你而家睇下嗰啲報紙啲專欄文字，真係慘不忍睹。特別係信報啲長瀨瀨啲學者寫嘅文章，睇得完想死嘅。你有戲你睇曬佢啦。我話俾你聽，睇完第一段你唔想睇後面嗰幾段嘅啦。你最近黃衣柱有個好長嘅專欄喺信報，你睇第一段你唔想睇後面嗰啲嘅，係嘛？你反為張五常嗰啲文字好讀啲嘅。嗱，調翻轉係嘛？所以即係你喺呢個問題上面，你就睇到即係大佬啊！我哋真係。点搞啊？唔系你又咁，你开翻啲中文，即系你又要融，又要融合，你要融合融乜春啫？系咪？你咪去融啦，系咪？即系你民主党嗰班仲好笑，因为投票又唔嚟投，系俾我哋即系阿大舅趌起身要记名投票，揿钟三分钟，有啲喺厕所嚟，周围咁四方八面落嚟，系咪？咁你又反映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大党咧，极不负责任。你系神系鬼，你留一两个人喺个大会度啦。我哋两个就系100%啊！真系我得两个啫嘛。
喂，以前民主党有㗎喎，即係我记得我多年前喺民主党嘅时候呢，逢亲呢个立法会大会要讨论某啲题目呢，边一个嘅政策负责人呢必定係需要全程。嗱，而家立法会其实有几个大党嘅，一个就民建联啦，佢有十个议席最大啦，係咪？咁民主党有八席啦，係咪？公民党有五席啦，呢啲都叫大党嚟㗎啦，係咪？咁呢个几个大党里面呢，真係最勤力或者真係一定现场有人嘅呢，就只有民建联同呢个公民党。係咪？你民主党你睇下最近，尤其是嗰个选举条例草案，咁家产连发言都唔发言呢，係咪？咁又我同情佢，佢仲有咩好讲嘅，係咪？咪同埋最近就逢親我哋講嘢，佢哋一定全部消失了。一定全部消失，係咪？即係我哋後面即刻空曬。空曬㗎，幾好啊！我哋所以勤啲勤力啲入去講嘢，等班仆街唔使開會啊嘛。你明唔明啊？最好㗎啦，係咪？我哋兩個坐緊喺度，佢一見我哋兩個喺度就全部閃，即係見到我哋都即係見到我哋個頭就憎我哋只腳㗎，真係好啦。屌，我咪講俾你聽㗎嘛，你真係 short 咗咩？我係講俾睇緊電視直播嗰啲人聽，係咪？唔係講俾你聽。唔系讲俾你民主党听，你唔鍾意听你快啲躝屍趌路。但你呢种咁嘅躝屍趌路不在籍呢，即係你咁大个党八个人，唔加我哋讲嘢八个都走够晒，係咪？跟住投票又唔见人嘅，喂，你呢个党都可以系咁先啦，係咪？喂，第日选举我实攞出嚟讲啊，你咩资格代表我哋啊？係咪？咁我做咩要投票俾你啊？你都唔会喺个议会里面为我哋讲说话，连投票你都唔去投，係咪？所以呢个你都即系，所以今日阿大舅做咗件好事嘅，佢隔起身嘅时候话要记名投票噶嘛，余若薇拧转头望，觉得好奇怪，咁呢个系人都赞成噶啦，咁做咩记名嘅咁系嘛？谂住前边几个修订动议都通过晒咯，又唔使点名嘅，啊你无啦啦要记名投票，咁啊嘥你三分钟啫，顶晒笼，但系呢三分钟系照妖镜嚟噶嘛，系咪？你白鸽党现场一个人都冇啊，你知唔知啊？要投票嘅时候，动议辩论要表决嘅时候，白鸽党在现场一个人都冇啊！如果唔系大舅话要记名，佢哋就系咁啊，即系又俾佢蒙混过关噶啦嘛。因为个记录就系呢个议案系通过咗嘅，啱唔啱啊？冇讲边一个支持，又冇讲边个支持，边个反对，边个弃权噶嘛？嗰、那个记录系咁噶，咁咪可以俾你博到懵啊？我梗唔俾你博懵啦，大佬。大舊本嚟个原意就唔系咁嘅，大舊就要突显我哋两个反对，啊，要喺个记录里面睇得清清楚楚嘅，系咪？因为立法会里面有个记录㗎嘛，就唔系要睇佢哋㗎嘛。佢哋嚟唔嚟投票关我差事咩？啊，结果投票出嚟最好笑，全部都系绿色，得两票红色，真系好融，都几融和，真系好融和。咁于是我哋就话，唉、哎、嗱，即系而家真系啊，即系粤港经济融和之余咧，就民主派同建制派融和啊嘛。除咗我哋两个，除咗我哋两个，咁我哋两个佢都唔当我哋民主派嘅，系咪？佢都唔当我哋民主派。好，休息一阵，翻嚟听电话，28927841，共同理念，全民发声。My Radio 2011，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出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辛亥百年话沧桑，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主持麦业成、谢义芳。继续青筋暴现，
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黃毓民頻道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好啦，翻嚟第三節啦，咁呢一節我哋應該聽下電話係咪？係啊，28927841啦，咁啊而家我哋個 chat room 咧有將近有2000人啦，咁啊呢個咧就係陳先生嘅長途電話嚟嘅，就唔知長成點啦。陳生你好，喂，鬱文啊，係，真係你啊，係，我係第一次打嚟嘅，我係廣州打過嚟嘅。係你好，你好，係啊，真係越講呢個禮拜咧都特登嚟香港啫。买你嗰啲书同去医院办事处嗰度。好多谢你，系。系。你有咩想讲？但我系听唔到现场咯。啊。即系。下载啦，唔紧要啦。啊，听日先可以听翻呢个节目。好。我哋今日有提到呢个粤港融合啊，即系广东同香港融合啊，我哋即系唔可以俾大陆融咗我哋嘅，我哋要保持香港嘅特色啊。系啊，我知道咧，等阵会有啲区议会选举啊嘛，好快啊！系啊，十一月。系啊，我都叫咗我香港啲 friend 啦，跟住会投俾噶。啊，多谢你。都有20多票投俾人民力量。好多谢晒。喂，但系你嗰啲朋友会唔会问你？喂，你喺广州，你又唔系好熟香港啲嘢，点解你咁支持人民力量咧？吓，点解咁支持人民力量？因为有论述啊嘛，你讲嘢即系有说服力噶，即系。明白，多谢你。系真系发自。大家真心做嘅嘢。嗯，咁你而家喺广州做啲咩嘢？我广州啊。啊。读紧书嘅。O、okay, K， 好啊，努力啦。咁啊，继续努力啊。读书嗰段时间。啊，咁啊，你都加油啊！加油，想办法下载我哋啲节目啦。啊，而家因为有个即系呢个管互联网嘅办公室出咗嚟啊，最近。唔系，我都可以听到你哋啲节目噶。啊，好 ，O K， 唔系现场听嘅。O、okay, K， 明白，好。好，多谢晒啊，多谢你，多谢陈生啊。佢哋好多方法噶，几好。透过 email 啊，透过其他方法，即系又传啲传我传。你知唔知而家大陆有个即係管理互聯網嘅辦公室出咗嚟啊！即係仲要由呢、這個之前嘅《人民日報》同埋呢個即係啊呢個《人民日報》嘅總編輯啊，做個《人民日報》總編輯嚟做呢個互聯網辦公室嘅主任啊！即係佢已經將佢就由國安或者公安嗰個系統咧，即係變成一個即係啊，唔好話明目張膽啦，公開話俾你聽。我系要管理规范互联网，有一个办公室。等同呢个911之后，美国成立过嗰个国土安全局。国土安全局。嗱，咁呢个办公室咧，佢仲要即系熟悉传媒，或者熟悉即系呢个即系传媒运作。嗱，呢个即系做过又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嘅做过，系咪？搵中宣部嘅人嚟，咁呢个比较即系合理啲啊。老实讲，你搵啲国安啊，搵啲即系公安系嘛？即系呢个咧就讲句难听啲，就系又暗啊。而明啊，公開話明管理，咁但係佢仲有一個藉口好笑嘅，就係佢即係要即係將嗰啲不良資訊咧，係嘛？即係互聯網嘅不良資訊，通過呢個互聯網辦公室個規範咧，令到啲不良資訊咧就消失，係嘛？當然不良資訊好多時就講啲色情資訊，咁所以你就嗱，你睇到香港咧，即係嗰個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要修訂嘅時候，其中一個方向就要規範互聯網嘛，係嘛？咁咪又系从不良资讯，即系清除不良资讯嗰个出发啦。咁而家政治意义都系不良资讯嚟嘅，呢个系明唔明？而家变咗咁样咁啊，几大镬啊！你话系嘛？即系佢已经系嗱，其实呢个有个背景嘅。旧年年底咧，胡锦涛喺呢个中央党后对嗰啲省级干部讲嘢，就提到嗰个社会管理呢一个概念。而社会管理里边咧，特别提到个互联网嘅管理，系嘛？所以总书记一锤定音，原来佢喺即系中央党校对啲省级干部讲嗰个管理互联网，而家变成要一个管理互联网嘅办公室啦，系嘛？所以共产党做嘢其实佢都即系啊，好有系统系嘛，同埋好多嘢佢系真系喂。好有论述㗎。係啊，都有论述㗎、啊、一样系。佢系有论述，然之后嗰个行政嘅措施同埋嘅有关部门嘅工作系基于嗰个论述而演变出嚟。即系虽然系歪理系咪、啊、但系佢都会有啲论述。咁、啊、但系即系你又睇到而家咁样嘅话呢，即系你嗰个互联网佢即系佢系好明显明白到互联网嗰个威力系咪。好，我哋再听一个陈生嘅电话。西雅图。西雅图喂。
陈生到你啦，西雅图。我谂可能个接线嗰度会唔会有少少问题？我哋根本听唔到佢把声，系嘛？听唔听到把声啊？听唔到，听唔到啊？听唔到，我谂你装咗先，你佢第一次听。哇！你啊，请佢继续打嚟啊，唔紧要啊，我哋一阵间再听下陈生嘅电话啊。咁另外即系有好多朋友而家都打紧入嚟嘅，咁电话咧就系28927841，咁我哋呢一次咧都系听电话嘅，咁未必要听好多个电话，咁但系咧有啲即系远方嘅朋友打嚟咧，我哋首先听嘅，不过而家咧暂时可以听下 K 嘅电话先。喂喂，接唔接到啊？喂喂喂，唔好意思，有啲线路问题，佢系好嘈不停咁哔哔哔咁样。而家冇嘢，你讲啊，你讲啊。系啊，系唔好意思啊。两位你好啊，好耐冇见两位啊，一齐做节目啦。啊，系啊，咁咧其实我系想讲咧，因为你哋唔喺度嗰阵时咧，咁我就参与咗一啲活动啦，咁譬如之前艾美美啊，同埋去嗰个旺角嗰度周大福支援翻美孚嘅居民啦。咁其实我喺做嗰阵时过程入边。有两样感觉，第一样嘢系好开心，因为其实发觉参与嘅人数越嚟越多，咁同埋亦有啲内地嘅人民啦，同埋有啲香港本身嘅市民咧，都开始对我哋已经有啲了解，同埋有啲系支持嘅。咁但系唔开心嘅嘢咧，就系咧，始终警察咧，第一系会当我哋好似咧，哇嗰啲拉登嗰啲恐怖分子咁样处理啦。咁呢样嘢都唔系噶，最唔开心系咧，往往好多时咧觉得好。香港人好自私好偽善啊，就成日都係阻住條街點行啊，喂大佬啊，人哋嗌你未都嗰嘢，你屋企人唔係你屋企人有事唔使咁啊，嗬你夫唔係整咗你屋企唔使咁啊，嗬即係你唔支持咪收聲囉，使咪加使咪講啲咁嘅說話呢，咁當然一定我哋又唔會打你嘅，即係言論自由我哋尊重，咁但係即係做人係咪咁，係咪咁唔識口德呢，咁我即係覺得呢一樣嘢其實我對香港民主進程嚟講，我都有少少其實唔係咁開心，因為其實呢啲人係根本係好自私，唔會理嘅。佢覺得唔關佢事就唔理，呢樣嘢係對我哋最大嘅障礙咯。明白。咁但係即係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嘅，咁所以先至顯得你即係阿 K 啊，即係要即係迎難而上，係嘛？雖然好多人都係咁，我哋慢慢可以希望可以改變咗啲人嘅諗法，唔好咁自私，係嘛？香港人自私或者相对比较保守啲，佢有个社会背景嘅，系嘛？即系你喺殖民地统治百几年，跟住资本主义挂帅，系嘛？咁人又好功利嘅，系嘛？咁但系我哋希望慢慢，即系尤其是啲年青一代嘅，嗱，譬如而家好多年青人识得出嚟，即系挑战呢个权威啦，冲击建制啦。咁佢哋喺呢个冲击建制同埋挑战权威嘅过程里边，佢哋又会思考问题噶嘛？咁呢个即系。我哋都应该即係有啲乐观嘅期待嘅，好嘛？多谢你电话啊！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拨翻阿陈生西雅图嗰个陈生嘅电话入嚟。咁如果拨唔到咧，咁我哋就继续啊讲我哋要讲嘅嘢。咁大舅咧就要走先，因为佢住喺呢个离岛啊梅窝啊，佢要赶呢个11:30嗰班船。咁大舅可以暂时离开。咁我就同阿台长两个咧就继续喺度 check check 啦，系嘛？咁台长。就有啲人问喂，点解台长同你做节目，咁又缩埋，咁间唔中叮一两句，一系咧就即系啊你即系佢做开场白，咁我冇乜嘢讲噶，咁系咪因为你郁文即系讲嘢，咁啊第二啲人就唔讲嘢咧，咁我又唔系啊，咁你睇下大舅而家几多嘢讲系咪先？咁啊长即系我哋阿长哥咧就系、是。佢谦谦君子啊嘛，咁我喺度做节目嘅时候，佢咪俾我尽量讲多啲嘢咯，系嘛？其实大家听过台长以前做节目，即系个都知道佢系才子嚟噶啦，唔系一定唔系，一定唔系。咁啊，好多人咧就成日即系对住我就问候阿长哥嘅，你明唔明啊？咁呢个问候咧就系真诚嘅问候，就唔系讲粗口嘅问候。我去到加拿大都好多人问候台长嘅，啊，所以可见啊台长咧即系都几多勇等嘅，系咪？咁所以台长就即係嗱，而家我哋因为即係都需要一啲时间呢先慢慢執呢个 My Radio 嘅节目啦。其实我哋而家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有节目嘅。咁但係我哋都要增加啲节目嘅，一定要係咪、好，我哋而家个电话系喂喂，好系边位？哎，郁文啊，你好啊，阿台长你好，多谢台长，阿添啊，你好你好。哎，
英文系你请讲啊，请讲啊，听紧你讲，你讲嘢。我话想关于人民力量嗰度咧，嗰、那个即系啲帮手嗰度。系。咁咧，我就知你咧，元州嗰边咧，就元州村嗰边开咗个办事处，系啦，办事处。咁咧、就想你同意咧，等我去帮下手，因为咧我就住喺嗰头嘅。好啊。我住喺条村嘅，你都要。我咩收下风啊？好啊，知下即系当地嘅环境啊，即系。喂，嗱咁啊，我可以你帮我约个时间，咁我喺元州村，我咪可以同你倾下咯，喺我办公室度冇问题。系啊系啊，我啊真系想去帮手，我嗰日见到你装修差唔多完噶咯。而家嗱，其实我哋就应该就而家要开工噶啦，嗰度即系可以有职员上班噶啦。咁啊，正式开幕咧，可能就要去到下个月，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可以提早嚟帮你手喎、啊。哦，得，冇问题。咁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咯，好嘛？你个电话，你叫你一阵职员话俾我听。而家话俾你听都得嘅，25373150，我办公室电话。咁你打电话。2537几多？3150。3150。系啊，咁你打去我写字楼中环。咁我有职员噶嘛？咁你同佢讲，咁你话诶、元州村，我住元州村，咁元州村嗰度我想见下郁敏，我帮下手。咁你咪同我啲职员讲咯，好嘛？冇问题嘅、啊、，OK， 唔该晒你，好，唔该晒添，好，咁啊，跟住咧，我哋就要听西雅图嘅阿陈生电话，喂，系，系啊，到你啦，陈生，好啊，有 delay 啊，系有 delay， 有 delay， 照讲得噶啦，冇所谓嘅，喂，郁敏系咪你啊？系，你讲嘢得噶啦，讲嘢啦，系郁敏，系郁敏，听唔听到？听到，系郁敏，听唔听到？听到，系听到啊，系。系，诶，冇错，我想话俾你听咧，就譬如话我哋系好多人咧，喺海外又好，喺香港啲人都好，咁就话民主党咧，佢系即系话系旧年投咗个政改方案之后咧，咁、那个民主程度十年内都唔会改变，系咪？咁、其实好多人都会唔明噶，咁可唔可以再即系经常会讲翻出嚟咧？有，我哋会噶。系啦，因为我哋知道投咗个政改方案系即系等于个通过咗啦。但实质佢喺实质上边喺未来。选举方面是不是改变了呢？嗯，我听到，因为这个电话有少少 delay 的，所以你讲完嘢你要停一阵，然后先俾我哋讲 ，OK？ 咁就OK。咁嗱，你头先嗰个提议咧，即系我哋其实一路我哋都会喺个网台度讲嘅，对于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所产生嘅后遗症啊。我哋都會經常喺我哋嘅節目裏面講嘅 ，OK， 就希望啲選民能夠明白。所以我哋今年年底嗰個區議會選舉咧，我哋都會有呢啲咁嘅文宣啊，有啲咁嘅論述，好清楚講，即係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之後對香港民主嘅影響。因為實質係影響係去到邊度咧？咁因為佢哋會一定攞個重點出嚟，就話而家係一人一兩票，咁佢已經係。進步咗啦咁樣，但係實質個兩票係點樣造成個後禍咧？咁呢個就要好清晰俾人哋知道咯。我哋會講嘅，我哋同埋會有啲宣傳嘅小冊子啊，係咪？或者你上我哋嘅網頁啊，你都睇到嘅啊。我哋跟住落嚟會做好多文宣嘅啊。咁我哋會解釋呢個一人兩票點樣揾老襯啊。咁佢哋咧亦都會不斷去宣傳呢個一人兩票有咩好處啊？啊！咁我哋一定係要回應，我哋一定要回應佢一人兩票嘅壞處喺邊度啊？咁咯，你明唔明啊？係啦，呢個一定要指出嘅。係，明白。好多謝你電話，好嗎？多謝你電話，即係你嚟沙頭嘅電話見過你㗎啦。係啊 ，OK，OK，OK， 拜拜。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OK。咁啊，跟住我哋聽阿文嘅電話。阿文嘅電話，喂，旁邊又嘟咗啦，又應該有嘅，又得啦，係咪咁啊！西雅圖呢位陳生咧，咁佢我上次去西雅圖嘅時候，佢都見過我嘅。咁佢嗰個提法咧，即係我哋當然會做啦，因為我哋又係要通過呢啲論述。譬如最近民主黨佢開完一個咩退休營之後咧，行出嚟話要對我哋即係所謂追擊咧雙倍奉還。屌你點樣雙倍奉還？因為我都唔知我乜春。跟住上嗰個八婆靈嘅電台節目，就同八婆靈夾埋一齊講話，叫我哋放馬過來。你放心啦。我哋一定会令你即係好舒服嘅。我话俾你听啊，唉，真係我一定令到你舒服服嘅。你同我定啊，係咪？至于八婆令你最好去食屎啦，係咪？除咗食屎你冇嘢可以做㗎啦，个口咁大，係咪？好，我哋听阿文嘅电话。好，
到你啦，文哥。喂，阿文到你啦。台长好啊，我想讲一讲咧，六四我哋可唔可以自己搞咧？其实唔得，咁呢个支联会搞佢做咩？无啦啦自己搞咧，冇必要嘅。因为我哋唔系因为佢支联会，而系呢一个咁嘅。唔系，我即系想讲咧，而家九龙搞同埋搵阿萧山搞咧，其实好过你同埋一班人一齐咧，大家面咗咗。我哋唔会面咗咗嘅，我哋即系我哋六四烛光晚会，我哋又去悼念啊，即系啲六四死难者啊，系嘛，同埋即系要 show up， 即系你起码去到维园点起个烛光，俾全世界嘅人都睇到。我哋冇必要因为同支联会某啲人嘅政见唔同，咁即系好似话啊，我杯葛你嗰、那个烛光晚会，跟住唔系杯葛，系另起啊嘛，因为我想你有时咧，因为。司徒老人咧，我有见过佢嘅、嗯，我对佢印象咧非常之差嘅啫、嗯，所以咧，所以我未去过嘅、嗯。如果你哋搞咧，我先即系觉得有个机会啊嘛，即系想去啫。我谂就即系唔系几可能啦，暂时嚟讲、啊，好嘛？好 ，OK， 多谢你电话啊。即系就算我哋同佢政见有啲唔同，咁因为呢个唔系佢支联会嘅问题啊，系嘛？即系呢一个咁嘅场合，即系我哋系要去嘅。譬如话我哋会喺场外，我哋都会有啲宣传啊，好多啲团体都会摆啲筹款箱喺度啊，咪咁，但系事后我哋都会入翻去嗰个场内，即系去悼念六四嘅死难者，我哋就唔会喺出边咧，即系卖咗即系筹咗款之后，跟住就即系啊卷款，即系逃之夭夭。咁我烛光晚会我哋唔参加，咁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嘅，即系呢个系唔可以咁样啊。好，咁我哋听下 Ken 嘅电话 ，Ken， 喂，郁允你好，你好。系就喂讲下即系分享拉登啦，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哋一直唔投公义啊，政治咧真系好大鼓舞嚟嘅。系即系我哋即系譬如呢啲拉登呢啲即系邪咯啊，啲领袖啊，又如共呢啲咁嘅鼓舞系嘛？喂，你的电话好差，佢电话唔好，但我谂你要停咗佢先啊。其实我哋知道你嘅问题嘅、明白你嘅问题嘅、但系呢、okay. 这个。电话的质素太，即系个声音嘅质素太差，所以 cut 咗先吓。Okay, 不好意思，咁、你一系换嗰个，好啲嘅电话，好啲嘅电话，或者可能佢地个地点问题，接收问题，接收问题。咁打入嚟嘅时候咧，我哋即系基本上系好难听到佢讲乜嘢，冇办法系嘛。咁即系头先嗰个问题咧，我觉得即系我哋每年六四啊嗰、那个烛光晚会，我哋都要参加嘅，系嘛。咁无论你边个主办都一样。我哋都要參加，咁但係事實上呢個六四燭光晚會一直以來都係支聯會主辦嘅，咁而家個新嘅主席叫李卓仁係嘛？咁我上次都講過啦，我自己都質疑李卓仁究竟即係應唔應該做呢個支聯會主席啦，係咪？因為佢當年即係喺六四之前即係翻大陸攞啲錢翻去嘅時候，咁俾人扣留係嘛？咁後來寫悔過書先放返佢出嚟嘅，咁即係呢個寫悔過書呢個本身即係呢一個咁嘅即係記錄咧。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嘅人，即系每个人都会即系有懦弱嘅一面啊，唔系我哋唔可以要求有啲人啊，我唔怕死啊，咁系嘛？即系呢个冇必要嘅。咁你喺嗰阵时嗰个场，即系嗰个场景底下，你可能即系被逼要签呢个悔过书。咁但系你既然签咗呢个悔过书之后咧，系嘛？咁你变咗你喺呢个问题上边，你就已经做咗个记录啊嘛。即系等于当年吴仲言格马盟，即系香港格马盟嘅负责人。佢喺大陸俾共產黨捉住嘅時候，佢就寫悔過書，係嘛？咁結果就點咧？結果佢格馬盟嘅同志咪開除佢咯？大家記唔記得呢一頁嗱？即係吳仲賢就係梁國雄嗰啲大佬，係嘛？你問下梁國雄啦，係咪？咁當時佢簽咗呢個悔過書之後出嚟，咁係咪俾格馬盟開除啊？點解要開除佢啊？係嘛？咩理由要開除老吳啊？老吴啦，咪移民去澳洲咯，系嘛？后来喺香港啊，搞啲儿童周刊啊，搞正经新闻周刊啊，记唔记得啊？长哥系咪先？后屘就癌症，系嘛？英年早逝，系嘛？即系94年啊，就过身啦，系嘛？咁啊，眨下眼都17年啦，老吴过咗身，系嘛？佢亦都系我学长添，系嘛？佢亦都系香港早期即系搞学运啊、社运嘅，即系托派中坚分子，系嘛？咁啊，梁国雄都系佢条僆啊，即系。即系细过佢好多年啦，因为老吴都大过我，系嘛？咁所以你即系老吴系嘛？作为格马盟香港嘅领导人，系咪？佢入大陆俾共产党拉咗，被逼签悔过书，咁翻到嚟都俾人开除啦，系咪？好，阿 Ken 嘅电话，
Ken 到你啦，阿 Ken 到你啦，系，请讲多次，你个电话而家好似好啲吓，请讲。系，唔好意思啊，喂，玉云，系。系啊，咁咧就想分享一下咧，即系拉登咧，即系依个吓、美军海豹啊陆战队啊，将一个咁嘅独裁者，犹如我哋啊现今政权嘅共狗咁样样，系嘛？即系佢都好和平啊，我觉得佢唔需要死任何一个人，唔系即系除咗死咗拉登同埋佢哋个之外啦，系咪？即系我觉得依个都好值得我哋鼓舞啊，系咪啊？吓，即系同埋咧就。有啲人咁樣分析呢，即係共產黨，如果你睇返即係任何極權國家呢，即係其實雖然我哋咁即係好多選舉呢，其實即係睇返個歷史呢，到最後尾呢，我相信呢啲政權都有要武力去即係可能軍變㗎啦。你嘅睇法係點樣呢？呢方面這個真的很難說的，譬如你看看中東最近的茉莉花革命，咁雖然都有死人，但是即是都不是即是說很嚴重那種，即是你要推翻個政權要死很多人，咁他都是一夜之間變天的，咁有時即是因為頑抗，咁於是咪造成很多即是傷亡咯，譬如而家卡達菲咁發咗癲咁殺人，咁他自己都危危乎啦，老實講啱啱最近好似死咗個仔添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啲獨裁者咧，佢一定要付出代價嘅，呢、這個必然嘅。我話俾你聽啊，即係你無狗響啊，係嘛？喺歷史上大家都睇到好多啦，係咪？就連2000年前嘅孟子都講啦，民諸一夫就矣，都未聞弑君也。一夫嘅意思即係獨裁者，係嘛？即係2000多年前，孟子都已經有呢種觀念，就係話嗰啲一夫咧，即係啲獨裁者要誅殺嘅，係咪？好簡單啫嘛，係咪？用而家現代嘅語言嚟講，係嘛？你係要誅殺人民，係有權誅殺啲獨裁者嘅，係嘛？咁所以你作為獨裁者或者極權主義者，你一係就所謂即係翻言回頭，係嘛？自我完善。或者好似当年戈尔巴乔夫身为苏共总书记，一手将呢个苏共解散，系咪？一再唔系，你就要俾人民去搞掂你噶啦嘛，系咪？边仲有第三条路行啫？系咪？所以即系当然，拉登呢个又牵涉到好复杂嘅问题啦，系咪？拉登即系一个即系恐怖活动嘅一个策划者，系咪？咁你即系整咗，即系整，即系将呢个啊？世贸中心两座大楼系咁俾你搞掂咗，死咁多无辜嘅人，大佬，你死一百次，即系死一百次，拉登死一百次都赔唔到啲人命啦，啱唔啱啊？系咪先？咁但系当然啦，美国喺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即系嗰啲漏爆啊，嗰啲即系啊，即系荒谬啊，你都即系觉得好好笑啊，嗰啲乌龙法，即系呢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啱啱新做嘅。个国防部长又系啱啱新做嘅，你明唔明？全部都系军情两个单位嘅主管都系新人嚟嘅，系嘛？咁啊，都真系有少少漏爆咯。仲有一啲阴谋论嘅讲法就系、是，嗱，你睇就嚟选举啦，咁咪即系啲奥巴马咪吓，即系做嘢咯，系咪？咁啊，未到选举，即系都未做啦，咁样咁就有啲人即系会觉得，其实即系美国情报一早已经掌握咗拉登。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住處啊，已經掌握咗㗎啦，不過就遲遲唔喐手咁解啫，等到適當時候喺個 right timing 咁咪喐手囉，係咪？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呢一個恐怖主義嘅策劃者呢，就終於就即係啊俾人搞掂咗啦，係咪？咁但係係咪代表呢個恐怖活動會結束呢？咁梗係唔係啦，係咪？咁所以呢個都係值得大家繼續去觀察啊，即係以後個後續嘅發展嘅，咁我哋當然俾你睇到大陸個表現係好過癮嘅，佢即係覺得啊拉登咧，即係啊即係被殺咧，咁啊佢哋都即係基本上佢哋都係支持嘅啊，咁因為佢係同美國同一陣線，即係反恐啊，咁但係咧佢哋亦都希望咧可以消滅咗嗰啲所謂恐怖主義嘅土壤啊，係嘛？咁其實呢句說話有啲玄機嘅，係嘛？即係你美國佬其實都間接製造咗好多呢啲恐怖活動㗎嘛，因為你即係對嗰、那個即係中東國家啊，即係嗰個即係外交政策嗰種偏袒呢，係咪？
你係令到好多阿拉伯國家好反感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喺成個國際社會裏面呢，即係其實大家都覺得即係美國都唔係啱晒嘅，係咪？好，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禮拜一再見，拜拜。